조심해. 山马镇的村长，我叫唐高鹏，到那就找我，打我私人电话。好。我们那儿什么都有，我们那儿蜘蛛行一条龙。如果你在神秘的古堡住上一晚的话，快进去吧。各位专家好。 这东西从哪儿来着？大土匪胡栓子知道吗？这是他的东西。不是什么宝贝，都是些近代的生活用品。值钱吗？不值钱，给定个价也行啊。收了，啊，就这样，好。 来两帮子啤酒，冒昧的问一句，贵姓啊？崔，什么台的？知道哪门上马镇吗？我去，你是想让我替你们镇上宣传宣传？台里有规定，不允许接私活。 哎，哪这？台里有规定，采访不能乱收钱的。别！行？什么呀？刚才见某专家，我刚从那城里回来。 鉴定、宝、古董，那我们台长都稀罕这些老玩意儿，啊，出个价卖呗。卖？卖什么？你要是稀罕，都给你了。
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唐高鹏，杀马镇。这个就有意思了，我找了他数年了。这个就是西夏的党项文。这个稳住的意思大概就是说，碰到叛党啊，要亡诛灭诛。但这个不是关键，关键是后面这个突回胡栓子留下来的注。这是1931年的《中华时报》的资料。当年胡栓子挖掘了西夏陵墓以后，被马步芳带兵围剿，最后这个匪首胡栓子生死未明。这个马步芳啊，并没有围剿到什么宝藏了、啊，都被胡栓子藏起来了。所有的秘密都在上面呢、啊。哎，龙虎在上，九五在下，你想要知道为什么，赶快叫人到杀马镇去打听。桓素跟龙虎有关系的，赶快让他们报上来。崔记者，左边条子山，右边嘴子山，前方都是著名的杀马镇。又有鸵鸟，又有鸭。崔记者，这都是我们塞外大漠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——杀马镇奏尔道。都是准的，快玩去吧，快玩去吧啊！好好看看，搞旅游了。翘脚儿死的。起来，起来。都演了，听，赶紧给我听了。看啥？你听不了？干什么？你快拉什么？崔记者，下面就是咱们村豪华舒适的希尔顿大客栈，崔少的。没啥可宣传的，这儿有神兽呗？神兽？什么是神兽啊？比如说龙和虎。呦呦呦呦呦！是吃肉，吃肉的，对对对。我让你种西红柿，你非弄个黑景点儿，你还激溜人家锁子铺的游客，你这个村官是不想干了？
快点。这是啥？鸡肉。忙着呢。哎。过来，过来帮。进来，这活你哪能干得最脏的那个手？坐。娘，看我这还是真有个事儿。哎，说。主任啊，那30万和那个皮味啊，你真得三思而行。大鹏。啊。游客呢？什么时候来啊？游客都走了。那饭谁吃啊？让咱家伙吃呀，记我账。来，你的白条加上村委会的白条，3斤都有富裕。你种植道歉，你拿什么还啊？唐高鹏，你就是劳民伤财。你呀，赶紧关门歇业啊，然后按照县里的统一规划，踏踏实实的种你的西红柿。主任，主任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找大平。嗯，大平哥。说，我是想跟你说。说，来，有事跟你说。是这么回事呢，咱都是一个村儿的，是，就他一个手，盖个戳，把这皮碗给皮了，哼，是死是活，让他自己去折腾折腾。呀，你怎么不明白呀？他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驴。你就当可怜可怜我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说嘛，不能让你往这个火坑里跳。崔记长，最后。这个太乙真人把这个田龙田虎变成了狮龙狮虎，就留在了哪个村儿。从此以后，哪个村是金光闪闪、紫气冉冉，一片太平盛世啊！崔记者，崔记者，石虎，石虎，石虎。崔记者，别跟着我。什么地方？连手机信号都没有。村委有电话。啊？他说村委会有电话。皮文没有，拨款别想了啊！赶紧关门。不是你看看，春娘都跟你那么说了。他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的事儿我安排了，开车。安排你摇个腿。张子儿，怎的了这是？大晚上因为到我，下手忒那么黑了。因为什么呀？又演。这出的钱，我是为了保护洪家财产。不是人呢？走了，进城打工了，你看他怎么办呗？这儿呢？二叔。我爹死的时候让我照顾好这俩兄弟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三个在村子里头想打谁就打谁，到城里头谁想打你们揍打你们，对不对？
气死我！我走看看今天谁还敢动，再走一步我看看。动啊！再给我动！龙是石龙，虎是石虎，九虎都是地下九十五，听见没有啊？村里的儿歌都是这么唱的：石龙对石虎，地下九十五。对，胡说的宝藏都在这个镇里。什么？别吵了，大哥，爷爷，我们发财了。崔记者，车还没查好呢。刚才记者你说这什么网啊？我说这要不，崔记者，崔记者，开给我开！这咋了？这就是要走，这咋了？我着急回来了，不能让他走啊！走是个骗子，哥。那你看，你连口饭都不吃，你哎。崔记长，唐老二，你犯了个大错误，你把那个骗子给放走了。啊！晚上开个会。开什么呀？开会。周先生，准确消息，上马镇有宝，我这就动身。这一次看样子，我要亲自出马。不信任我，还串了是不？怕胡栓子坑蒙了不收？对，一大屋子哈个就得挖。来个人，放个屁就当真？还是怎么是放屁呢？还是咱人家这放的是什么屁？这还这屁就是个信号屁。对。记者到上马镇来放屁啊！九成有宝也是郭家的宝，你们不怕被杀头进大狱，你们就玩？凭啥杀我头？不是，你这胡栓子是咱上马镇的人，那他的宝就是咱的宝，那拿自个儿家东西，凭什么杀头啊？对不对？啊！那老村长说了，那胡栓子论辈分算咱们太爷，我也宝，滚一边就你们俩出事。那要照你们这么说的话，你起。我们家面饼他爷当初救了胡栓子的命，那要是没有面饼他爷，就没有你们的爷。那要是分宝的话，那我们家可得分大份啊，是吧？那不对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他爷呀是我二熟，所以你们得管我叫熟。呸！来两个腿儿。他胡栓子一开始还是不，他抢他们老二姑奶奶。不是，他先抢的我小老婆，完了之后才是你们家老二姑奶奶。不是，先抢的我老二姑奶奶。闭嘴！闭嘴！坐下！听村长的。要不村长，听陆主任的，种柿子。陆主任，一会儿养鸟，一会儿种西红柿。哪个成了？没准儿。所以我就告诉大家，谁以后再跟我提种西红柿的事儿，我唐高鹏就是跟你们势不两立。情况基本都摸清楚了，全县种植西红柿，以食品集团下乡投其所好。那么村委会就是这么决定。大二三炮，进城打工，
啊，剩下的人，瓦宝。啊啊！二叔，哪门娃娃不正手？哪门哪门娃娃？来来来来，二叔，来起开，走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先喂点甜头，取得信任之后，就说盖厂房、打地基，想挖哪儿就挖哪儿，出了宝拿了就走。可以呀。村里人挖宝，旅游谁干，盒饭谁买，酒吧谁喝酒。别闹！你说让我开酒吧、开店赚大钱，这可都是你说的。我听你的话，把所有的家当都扎进来，换来这些白条。唐高鹏，你还吃？我这么知道你要打我？哎。哎呀，撒手！你听我跟你说说，说完了你就会敬佩我。我告诉你，事情是这样的：大二三炮带头进城打工，人心要散，怎么办？我顺着那个崔大骗子，就那个记者的话，我说有宝怎么样？大二三炮赶都赶不走。啊，明白了吧？啊！我就是想啊，将来让这帮孩子做上马镇的主，让城里人到咱们这儿来打工，上咱们这儿来赚钱，冲咱们笑，得真笑。我就是想让大二干什么？你又动手啊？这就是我的理想和抱负。这儿，我饿着，给我拿回来，我吃饭。凉的，给你热热去。那死老娘们，再炒俩菜啊！冷皮炮，我说这外来游客就别接了啊！你是村长呀？都赶走，省得耽误咱挖宝。明天选你当村长。哎，老乡，煞马镇在哪个方向？那锁子堡呢？那这条路通哪儿？哎呀，此路不通。哥，咋着？哎呀，啊！哎哎哎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你还打死你？啊！大队长，这大队长，你给我打人呢！都别动！滚！小嘎嘣死了！说话呀！这咋的？这咋牙还打掉了？把人家也打坏了吧？兄弟也打坏了吧？我，你是不是？我就是问你，有什么问题和我讲？阿哥，那我们这都是一帮村民，没文化。哪儿做错了，多多包涵，啊！哎，那你们这是？我是专程到上马镇收购番茄。番茄？就是西红柿。
我倒是明白，是陆主任让你们来的，是吧？对，是陆陈经理。我都问你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我问你话呢，谁把牙打掉的？这谁干的？手这么黑呀，把牙都打掉了，王八蛋！我都告诉你们啊，沙马镇是旅游大镇，就没有西红柿。那你们就种嘛。你说啥？500块钱一亩怎么样？我也给你30万一亩，5000亩。现在给我定金，我就是给你种了。Piece of shit。刁民，抓紧的，摆阵，大师爷，抓紧的，好走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大家不要冲动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啦。哎，转转转，不会动，不会动了啊，那个。那么这位先生要怎么称呼你呀？他姓唐，那我们村长，唐村儿。是是是，唐村长啊，你好你好啊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是这样的啦，我们这些人呢、啊、是经过这边，累了一天呐、啊，想到你们里面找一个地方啊，出个汗，歇个脚，四处看一看，有没有西红柿没有关系的。那么你说可以不可以啊？那就是可以啊，就不种西红柿，咋着？西红柿这项业务，是我在全球众多业务当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很小的一部分。微小。我是为了沙马镇的经济建设而来。哦。哦，毛总啊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走吧，进村吧，走，进村。靠边！哎，王嘴儿，他错了。王嘴儿，唐村儿，回村儿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那俺们老大只把寡妇们挖掘污粉暴打残疾人，绝不干这种欺男霸女的事儿。多谢胡大爷不杀之恩。谁说我不杀你？胡刷子，你不是人！杀人呀！真虎了！小小民女，狗官，你好大的胆儿！王总，那我们这个表演说的是这个绿林好汉胡栓子的事迹，请的是县里的这个话剧班的大腕拍的。请问，哎，这演的是什么？这路，这个村，这村，这个人，这人，这儿的东西，这儿的东西都是谁的？那都是胡大爷你的呀！只要你能饶我一命，王总，我跟你说，哎。哎呦，就是对不住，俺们这些农民啊，哎，又演戏又种地的啊，皮了皮条了，当然不计小人过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错了，拍手拍手了，哎，拍手了，拍手了。good， 回家呗，吃饭了。村长，韩村长啊，哎，我策划过这么多的旅游景点，哎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有创意的表演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王总，这位是周先生，请坐。哎哎。周先生是我在美国旅游基金会的首席顾问，策划过张家界风景区、丽江风景区，包括法国埃菲尔铁塔的二次修复设计，周先生也主持过。啊，这一次出来顺便也接受你们那个索祖宝董事长的邀请啊，啊，帮他策划推广一下一些事情的。周先生。你凑不是卖西红柿的，你看，不要太客气了。王总，你怎么早告诉我？哎呦哎呦哎呦！
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的。对了，对不住，没有关系的，毛总，毛总，弄脏了，我们出过了，喝过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哎 ，OK， 哎，不能走啊，不能走。毛总，你可以说句话吗？就是得在我们村委会坐一坐。村委会就不必要了吧？啊，一定要去，毛总。要不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你到我们车上来坐一下了。求两位留下，给那们杀马镇指点迷津。求你们了，没关系。这干什么？这是？没关系。起来。真没关系。Hey girl, how you feeling?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聊什么呢？一起呗。就是有救了，你们就是有救了！我参与，我快乐，我参与，我快乐。马镇，你们的呢？全给你们。笑一个，笑。阿唐。
萨马镇建立酒店之前，我想勘探一下地址。勘探？你娘了个腿，我看谁敢管！勘探，这就是咱的地盘嘛，要我命我都给！勘探，怎么样？这气魄？Hold up! Whoa! You gotta be kidding me! What you think you're doing? 这都是哪们家的？这什么时候成你们家的了？啊？好，我跟你说。Hey! Don't touch my. 我们家面饼他爷爷是长子长孙，所以说这是长孙的地。什么长孙呀？哎，那哪是长孙呢？我跟你说，他是我爷从锁子口拿我姑，哎，跟周家换的，不算正根儿。我们不算正根儿啊！算什么正根儿？算正根儿啊！算什么正根儿？面饼，去，我回家拿家谱去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事儿说不清楚，那心中别错，谁也别错，谁也别错，是吧？对，跟你们说。你们两家一共有多少亩地？28分地。9分地。9分。每家按3亩算。丈量完土地，马上付现金。撑死你！先走我家，走。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租不租的？租到还是不租到？知知道。租到什么啊？不知道。这就对了。租到就说租到，不租到就说不租到，不要不租到装租到。哎，你不租到，我让你租到。哎，你现在就想办法让全村的人去租到，他们这里是有保的，知道吧？知道。知道，还是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不知道就说自己不知道，不要不知道装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让你知道。慢点，萨马镇要想做大做强，需要一个巨大的慢点。大鹏，马总，今儿个有人偷着去我酒吧了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
丢东西了？东西没丢，还夺了一样。你送的吧？不是，真不是。不是你，肯定是大风刮来的。哦，可能吧。咱们这小村官就顾上颜面了，送就大大方方的送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你？赶紧走，问别人去。腰肌劳损，一喷就好。反正屁用没有，比不上面米做的狗皮膏药。不介意。那你刚才说到那个，什么卖点？简单说，哎，一个旅游项目，你们靠什么？那我们就是靠你们这些贵人们，靠毛总你投资的。对了吧？沙马镇有什么？有山，有水，还是有兵马俑？我接个电话啊。刚才误会你了，桃花说是陈地里送的。放屁！那都是我送你的，怎么是陈地里送你的？神经病吧！喂，放什么屁？明明是我送的，怎么是陈地里送的？游客想看什么？看什么？演出。谁演出？你们的演出。演什么？胡栓的呢？胡栓。哦，对，那们演的是胡栓的。哎，胡栓的是什么人？土匪。土匪有没有可能在这儿藏宝啊？听老辈人讲过。哎，那你能不能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土匪在你们这儿藏了宝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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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有。怎么可以有？你说这儿有宝，这儿就可以有宝。那就是蒙人呢。这就是卖点。卖点，又参与又快乐又旅游又互动，这个卖点都是什么？什么？就是西红柿。唐村长，哎，你想想看啊，游客们如果住到你们这里有宝藏，那么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都跑到你们这里来花钱，那么你就灰了，废了。传说那就是个屁呀！啊，我就告诉你，那么上本镇年年有人挖，辈辈有人挖，啊，家家地下都有个洞，都连着洞呢，啊，挖出什么来了？帽都没挖着。我就告诉你吧，丑老。最大的卖点就是西红柿，毛总，沙马镇人民真是感谢你，多亏了你了。周老，你就等着赚钱吧。来，咱们共同干一杯。来来来，我干了啊。把这个东西埋到地下去。周先生，用这么贵重的东西买到一个让他们可以挖到的地方。刚挖的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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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呀，老唐！拿过来。对不起，二位，干什么？这个就是你俩挖的，你俩就是造了个假的，蒙人骗专家。真的？真的？我想干嘛？真的？我们想干嘛？什么？村长啊，村长啊，村长，不要再打了。如果鉴定出来是真的啊，那就好办了。
这都不是朕，不管真的假的，你就得挖使劲挖，你知道吧？让人知道你这有宝，让人知道你这有宝，你就出名了，你明白吗？我就是不想出名，人家出了名呢，人就来了，人来了，钱就来了。开发商马占卜就好办了，好的。对，投资旅游你明白了吗？都是旅游开发。 我可以投资，他可以的，他可以的。首先，我要在上马镇盖一座气势恢宏的地宫。地宫诸位明白吗？就是地窖，地下皇宫。哦。因为旅游所开发出的相关纪念品，将是一笔更大的 money。 就是too much money，更多的钱。你换一个真好啊！之后，我还可以请我的好朋友，对吧？国际知名的张导演。啊，这他们是有交情的呀，有交情的。来这里指导一堂演出吗？名字就叫做《印象杀马镇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老唐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虽然还是原来的你，但你已经不是你了。 那我是谁呀？一个崭新的你，拍手的。对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老唐，哎，我现在可以向你郑重承诺，我投资这个数，100万呢。Up。Up 是多少钱？100个100万。 明白吗？什么事？100个100万是多少钱呢？就是1000个10万。哦，那我就是明白。你他妈傻？他妈连他妈1000个10万都听不懂。哎，老唐，哎，到那个时候，你老唐是一个身价上千万的老板。诸位。 就是身价上千万的诸位，太口令了，太口令了！不要太过于激动，有的时候人梦想的实现是在刹那间。恭喜恭喜，大家马上要发财了！恭喜恭喜，但是。
还有呢？拿出来，在我这儿呢。都像我那块，哪儿来的？毛总的，该有。这都是我那块，哪儿来的？毛总。毛总。毛总。都是毛总的，是不是毛总的？毛总的。俺们再也不敢了，俺们尽量少偷。李所长，唐高鹏，我让人骗了，咋办呢？唐村长，你呀，当水骗呐？你当水骗呐？村长啊，你有没有误会人家？我就是没有误会，那都是坏人，我有证据。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呢，那依照正常渠道来说，你就去告警吧。哎，现在的人都变了，骗子太多了，为了钱呐、啊，为了利益呀、啊，什么灵性啊、道德都不要了，都放在脚底下去踩的，树风入下。哎，到底是谁骗了你呀、啊？我就是告诉你吧。啊。我女人，你哪靠？原来是女人呐！你女人？喂，乖，吃饭吧。你就骗我吧，你骗我一辈子。凑什么逢啊，专家，你就是个好人呐，是你们给咱们杀马镇带来新的气象福分，谢谢你们。哎，这就是缘分，我们就是希望到后来呀、啊、大家都是双赢就对了。对，就是双赢。海娜，你看现在乡亲们每天要挖宝，还要演戏，太辛苦了。我今天来的意思，我是说，咱们商量商量，看看这个劳务会啊，要给他办多少，不要客气啊，住几人啊？现在，啊，你合计合计多少钱，告诉我一个数目就可以了。乡亲们，有哪个空啊？哎。很快就会找到咱们西红柿销售的渠道了啊！你爱找什么你找什么去，先把柿子熟了，大风熟了，长肉就得熟。是是是，听我跟大家说啊，当初啊这个种啊熟啊除草加工销售，这个市县里制定的产业一条龙，可谁想到这个投资方他半路撤资了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，咱们只能表示遗憾了。啊！哎呀！大饼，别扯淡，快说！啊！我高价收购你西红柿，你给我旅游批文，中不中？
你脑袋让狗熊给做了啊？你要什么西红柿啊？啊？哎，喂，耐心不信，耐来不来。沙马镇国际旅游度假村想办个大型活动，西红柿狂欢节。啊，对，找你们报道报道，宣传宣传。那当然连续报道，一定要连续报道，要最大的版面。哎，兔子，你要那么多个西红柿干什么呀？您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呀？找钱。来，我再给你拉起车来，凑个整，我就别整，行吧？可以。媳妇儿，走，我请客，喝酒。不喝酒，吃个饭。走走走，吃个饭。走走走走，哎呀，边吃边聊，怎么？只要你给俺们县投资办一个西红柿的加工厂，在政策上，我保证是一路绿灯啊，全力支持啊。皮味儿，皮味儿，行，皮味儿，黄大哥。我跟你说，哎，黄大哥，我姓邹的啊。黄大哥，全县人民感谢你啊！是啊，是这样子，谢谢。去把你春娘一叫来，哎，快点啊！哎，我姐不愿意来，我替她喝。你住住口了啊！你走开。主任，来。换人了，来。张大哥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万墨。要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杀我灭口吧？我看。哎，停停停！娘了个！哎呀！啊！这啥地方啊？哎呀！别动了！马上放弃呀！你这纯是硬的，你！哎，陈娘，坐过去，走。坐哪儿啊？来，俩人干一杯，快。来，你看人主任都干了，你算了，不，干了。陈娘，嚯。华姨的，宅子。嗯。来。两只小
米粉啊，肥仔花猪走啊，肥呀，喝酒吧，我替春娘喝，来，起开。小梅，咱俩来一道，来，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在花丛中啊，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在花丛中啊。诸位实在是辛苦，我们是来帮助你们。继续，一二三，撞！一二三，下！一二三，可以四处看一看哪一场。心疼了，就是心疼。春娘，我爹你生，我爹吧。干嘛啊你？朕，老唐，
唐村长啊，你喝多了，千万别给主任投资办厂。哎呦呦，这腰怎么这么疼啊？啊，你昨晚唱歌了？我唱歌了。啊，我是不是还跳舞？啊，把腰伤。我是这么着跳的哈。啊。主任。嗯。我那个皮纹哪儿的？嗯，这件事儿你帮我办，我帮你办。嗯，什么事儿？你把这个给他，我走，我亲自接了。我给你娘个腿！给你娘个腿啊！我就不明白，这就走了，就当咱们集体旅行了。哦，教授，你要我查的土匪黑话有了。嗯，龙叫海条子，虎叫土嘴子。对啊，县志上还记载着说，下马镇原名叫龙虎镇，龙虎镇是阴山得名。再说一遍，龙虎镇阴山得名啊。龙跟虎是两座山。条子山，嘴子山，宝不在沙马镇，宝在两座山之间，对吧，周先生？绕弯子了，绕了这么大个弯子。真把我们呸！走。什么？哎呀！站住！站住就不砍你！你把刀放下，我都站住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我就不摘了，我就嫁给瘸子了，明儿个我就进城当主任太太。这吃香的和辣的，怎么样都比你这个驴强一万倍。再生个孩子，你就祝福我吧。唐哥，唐哥，保总说没保，没卖人要走。
就给我滚！谁揍啊？暴动啊！怎么就揍了呢？这个东西叫做六荒精细运俗钻俗夜明珠。到底是陨石钻石还是夜明珠？一般钻俗的元素排列是等轴精细，那么这个东西它所排列出来的是六荒晶体的概念。地球上没有一种宝石是跟它一样的。值多少钱？天外之物，无价之宝。怎么样？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我刚才就跟乡亲们说了，我说毛总和专家是绝对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。咱就说这个红栓子的宝啊，啊，这个让咱们找，能找着吗？这是树木呀！哎哎哎！危险！不要这样，危险危险的！哎！哎！派出所电话打不通啊！换个电话再打呀！所有电话都打不通。叫这叫急三角！急三角！所有电话线都总是剪断了。派人快马报警，我们在这拖住他们。怎么拖呀？摆酒阵，灌死他们！石头剪子布，坐好，坐好。石头剪子布，喝。青山，青山，注意下。
你们谁是村长啊？我是。叫什么名啊？唐高鹏。知道这群人是干嘛的吗？啊，知道，早知道。看看这个，全国通缉的诈骗犯。啊，认识，都是这个。现在啊，人和东西我们都要带走。啊，靠上。哦，配合警察同志啊！哎，给警察同志们鼓鼓掌啊！啊。委屈你了啊！警察是假的。警察是假的？啊？不是，警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李所长没来，没通过派出所，他们都敢抓人？做好战斗准备，以防敌人反扑。干掉唐高鹏！我跟这个地方缘混尽了，要干你们去干吧。我要回台湾去了。下个月香港还有一个拍卖会，很重要。回去。踏平沙漠镇，该。毛总，要不这样，你把他放了，我带你拿宝去，行吗？可以。走吧，不用你管我。我就管你了。我就不鬼你管。那你归谁管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瘸子。哎，你不是找瘸子？你现在去找去，找瘸子去。再打一次试试。再打啥了你？哎哎，别打了，走了走了，拿宝去。毛总走了，拿宝去，拿宝去，拿宝去。啊！
现在外边真是危急，会面对很多困难。我怕万一，但一定要坚强地挺下去。万一我牺牲了，有很多话没有向你表白。你还是转心收宝吧。就咱俩，秀喜，冲我开枪啊！哎，冲我来！跟老娘们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冲我开枪！哎呀，开枪！
你个老娘们都什么时候年纪了？哎呀 ！Stop！ 你们俩满意了吧？一块儿买单吧，啊！姓唐的，就你这几把破枪能打响？有一响就够。也是啊。其实你我是一种人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依然认为你我二人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爱你很久了，我想和你生个孩子。青春少年的我曾经不知道怎么样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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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个老干部死了，偷了东西总想跑啊，跟我回去。你搞错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偷了，袋子是假的了，我是假装游客嘛，不要了。我告诉你呀，你要再追我的话，我就开枪了。你敢？我随时都可以开啊！来，你打，你朝我这儿打。你还管我打你哪里呀？枪在我手上，我要打你哪里，我就打你哪里呀！你打，你打我这儿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。哎，陪我们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？我赔，我赔，赔我赔，我赔你两皮。说好了，哎，我是赔你，你听我讲一句话好不好嘛？你不要这样子了，你听我说啊，村长啊，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？我没有打你是因为我懒得打你呀、啊，我要把你打死了，你划不来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有一个村子的人在等你呀、啊。你是一个很好的村长啊，就是，你是这么年轻，是不是？你还有一个女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珍惜呀、啊，生命是那么的宝贵，你不要冲动啊，你千万听我的话，回家去吧，孩子啊。我回去，那就对了。你都跟我一块回去。
我去你妈的呀！我跟你回去哪里呀？我去干什么呀？你这个骗子啊！真是个大骗子！你骗我两次了，你骗我，你从头到尾一直在骗我，这个大骗子！为啥？你敢出我？你再出一次看看！为啥？呸！打你！打你！嘣！棒棒！放我没子弹，我打你不会啊！哎哎，你再追，你追吧。我上回打一输赢到现在五年多了。周教授，啊，你打！You are a hero. Come on, my friend. I know. Come on. Now. 白酒谷, my friend. You are a hero. これは男の気持ちです。白酒谷。My friend, nobody know you, hero. Nobody know. You finish. Done. Congratulations. Rubber 死的。2009年，我国入境旅游接待了1.29万人次，国内旅游超过了13亿人次，旅游总收入达到了8935亿，旅游直接从业人数达到1000万人次，旅游已成为关系到亿万民生的大产业。不仅如此，旅游还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。什么芥末？音像上马镇？你不吹牛会死是吧？你让他接电话，我听听。张导，哎，你娘了个腿的，你真是张导啊！对不起。我都告诉你啊，张导，这音像上马镇要是弄成了，我们都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，上马镇人民感谢你啊！Thank you.
沙卷铺走孤单，只能说望着你灯火阑珊，你要我如何对着空房间呢喃，不是在欠累，满天落日映照一马平川，凭什么你和我总是特盼，越期盼越失散，梦怎和你承担，却让我们幸福成为传说。这是如归于我疯狂，我却